今天咧，而家轉下台咧，翻翻廣東話嘅環節嘅。今天咧，我哋廣東話嘅訪問嘉賓咧，亦都係請到一啲投資方面非常之有經驗嘅朋友咧，同大家見面嘅。咁我相信咧，好多嘅朋友咧對投資都真係非常有興趣嘅。咁但係投資咧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，亦都有好多講到基金咧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基金嘅。咁我哋點樣去用一個最好嘅方法啊，同埋係最理想嘅投資嘅方法啊，嚟到係達到自己嘅最好嘅回報咧？咁咧，我哋今次咧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係請到咗 DWM Securities Inc 嘅高級投資顧問啊，亦都係私人客户部嘅 Director 董事 Chris Lee 咧上嚟咧同我哋係傾下偈嘅。咁而另外咧，你好，係你好，你好 Michelle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知道另外一位朋友咧，亦都係會參與我哋嘅訪問嘅，歡迎你。就是另外一位朋友咧，就係阿 Tom Lee， 你好啊 ，Tom Lee。你好。咁啊 ，Tom Lee 就係 Matrix Funds 嘅 Management 嘅一個 Sales Representative。兩位，你哋好。你好，你好 ，Michelle。係啦，咁歡迎大家咧，就係百忙之中咧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，同我哋講下投資方面嘅心得啦。首先咧 ，Chris 咧，我哋好多朋友都見過你啦，亦都上嚟同我哋做嘅節目啦。咁不如同我哋總括咁樣再介紹下，其實咩係投資嘅基金咧？投資基金咧係一筆錢，叫做集腋成裘。就係咧，將譬如陳小姐、張先生、阿李生一筆錢咧喺個鋪，由依個專人咧啊，所謂專人咧就係叫做基金經理，同佢做一個投資，好似喺債券方面或者係啊依個股票方面咁樣嘅。係啦，咁而另外咧就講到投資基金啦，係咪？投資基金咧其實有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優點啦。咁總括嚟講有咩好處咧？投資基金的好處咧，就因為咧佢有好有佢嘅特性，就係第一就係分散投資，即係好似我哋英文嘅話咧，就唔好將所有嘅雞蛋咧擺一個籃子，就將每一個雞蛋放喺唔同嘅籃子。哇！咁即係揀呢啲唔同嘅籃子咧，都幾有難度啊！所以需要我哋需要投資嘅專家嚟幫下。冇錯啦，所以第二就係投資專家。投資專家佢哋有佢嘅心得，有佢哋嘅經驗，有佢以前嘅業績可以做俾出嚟。我哋叫做交功課，俾我哋睇到投資人嘅以往嘅成績表。咁然後我哋投資人有個決定。第三啊，就係咧可以隨時攞錢出嚟嘅。投資基金就好有即係流動性。需要錢。即係唔係好似定期存款咁，即係又要夠期。你鎖住筆錢，或者一年、兩年、三個月，你需要錢攞唔到。而且第好嘅方面咧，就我哋叫做 affordable。咩叫 affordable？ 即係可以。能夠多多益善，少少無區。你有一筆錢，亦都可以一幾百萬。最少可以幾多啦？最少都有啲基金可以50蚊都可以嘅，有啲500蚊都可以開個户口嘅。隨你點樣或者每月嚟供嘅咁樣亦可以做個投資選擇。咁第四個方面咧，就係好多元化個市場嘅投資。你唔係淨係投資喺加拿大，你要投資喺依個新興國家，或者亞洲，或者中國。所以咧就依個投資基金咧就而且咧最緊要就係賺錢。基金咧就個目的最緊要睇長線。長線就睇依個嘅升值。而且基金咧佢本身除咗依個債券同埋依個股票之外，仲有股息。所以有股息嗰陣時候咧，依個股息仲有税嘅優惠。所以投資基金咧不但好頭先我講以上咁不同嘅好處啦，仲有喺税嗰方面。如果你喺銀行擠錢落銀行定期存款，或者活期，你賺哇活期都好少利息啦嚇。如果賺到利息都要俾税嘅。但如果喺基金呢個升值咧，只係升值一半，只係要咁個風險方面咧又會點咧？風險咧就睇你買邊種基金。基金有好多種嘅。咁啊有依個債券基金，有依、這個國庫嘅債券，或者係。按揭基金或者係地產基金，或者係股票基金，或者係平衡式嘅基金，兩樣都有嘅，有債券又有股票，或者係收息嘅基金，淨係擠落依個收息嘅股票或者收息嘅債券，或者有啲叫做咧我哋叫做依個資產投資基金組合，即係用依個戰略性嘅由投資基金嚟決定點樣投資。
即係頭先你又講咗投資基金有咩好處啦，亦都講咗係基金有邊種類型啦，係啦。咁而其中咧有一種個基金嘅類型咧，我諗就係屬於頭先你身邊呢位朋友啊 ，Matrix 啊 ，Matrix Funds Management 嘅。咁我知道你 Matrix 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基金嘅。咁你哋係有啲咩嘅基金管理咧？我哋喺 Matrix 咧有16個唔同嘅基金，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個優點啦，係啦，好處又有好點。我哋最保守嘅咧，我諗係個債券基金啦，Matrix Bond Fund啦，呢個債券咧就比較安全啲啦，長期嚟講。特別啲嘅咧，我哋近出咗3個基金咧，係用好先進嘅策略嚟到投資嘅。即係好似啲ETF 一模一樣嘅，我相信好多好多人都聽過 ETF 係一個好好嘅投資嘅選擇啦，咁我哋喺個 ETF 咧擺去個分裏邊，個即係個基金裏邊。咁除咗頭先你介紹嘅呢兩，仲有一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咧？講到你哋公司嘅funding。我哋突出嘅咧，我諗係派息嘅基金啦。派息嘅基金咧就係每一個月都有紅利啦。咁我哋係呢種基金特別啦。呢種基金咧，我哋都有6-7個到。但係最受歡迎嘅咧，都係我哋嘅 Matrix Monthly Pay Fund。係咪即係 MMPF？MMPF 係啊，係啦 ，MMPF 佢有咩特別嘅地方咧？首先咧，我同你講過Jackie Press 先啦，佢係管理人啦，Jackie 咧就有超過3年嘅投資服務經驗，即基金管理人啊，管理係冇錯，基金嘅經理係，咁佢管理咗基金咧都有20幾年啦，係咪 Chris？哇！超過30年，超過30年係啊，係啦。Crystal 同埋 Jackie 識，係啊，其實我都好認識嘅，係。咁啊 Jackie 咧都唔係新手嚟㗎。呢幾十年嚟咧，乜嘢佢都見過曬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基金嘅特點咧，我諗係佢每一個月咧都會出7.5%嘅紅利。咁呢個基金係加拿大分紅。同埋入息嘅股票基金，咁佢嘅策略咧，只係買賣出息嘅股票，所以咧每一個月咧得到7.5%嘅分率。咁頭先你講嘅呢啲嘅數據咧，係幾長嘅時間得出嚟嘅數據咧？我哋呢個基金係2003年出㗎啦，咁2003年到家陣咧未試過話冇出過呢個即一直都係即從2003年到而家個成績都可以係維持到呢一個，都一直都係派一直都係派息嘅，係啦，咁啊即係非常之好啊，而且佢回報都係咪啊？個回報點樣啊？回報2年嘅回報係8.2% 啦，3年咧係16.6%，由開始到依家咧，總數咧都5.6%。呢個平均數目。平均數目係平均。5.6%，所以唔係淨係呢個7.5%嘅分紅啦，仲有呢個長期嘅表現。咁即係今日你同我哋介紹咗幾個一啲特別嘅基金啦，咁其實頭先除咗Tom 咧同我哋介紹呢啲基金啊 ，Chris 你仲有啲咩補充咧？其實咧，我睇法就係咁樣，基金有好多種嘅，最緊要咧個心得就係個投資基金嘅經理，佢哋經驗，佢哋嘅業績，佢哋對市場嘅操作個睇法，而且咧係佢點樣係能夠使到我投資者。最緊要賺錢係啦，咁然後就買基金方面係點樣買法咧？買基金方面咧，方法係點樣樣嘅咧？其實就好簡單，最緊要揾到你自己有心得嘅投資顧問，投資顧問係啦，冇錯。係啦，咁其實咧 ，Chris， 我諗大家咧好多個睇完呢個訪問咧，如果係想投資咧，有啲問題想詢問啊兩位啊，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咧？好簡單，就請撥電話416-412-8088。小弟一定喺度等候。咁啊好，今日咧唔該曬阿 Chris， 亦都唔該曬阿 Tom 上嚟咧接受我哋訪問㗎。咁啊希望你可以係幫到我哋好多個朋友咧，就係正確嘅投資嘅方法可以係揾到最高嘅回報啦。唔該曬。Thank you。唔該曬。Thank you。